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大家好，这里是深夜读书，每晚陪伴你。人生最为可贵的，莫过于独属于自我的那种坚定。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你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真正做到了为自己而活。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说，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错不了，自己选的人错不了，自己选的人生错不了。这种坚定来源于骨子里的自信，同时也来源于内心的强大。人生在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如果你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如果你能始终如一地做自己，那么遵循自己内心而活的你本身就很了不起。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活一世，学会读书、存钱、独处。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这句话在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是共通的。当一个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差，可能十个人有十个不同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那些日子越过越好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个喧嚣浮华又人人追求自由个性的时代，聪明人的活法大抵囊括这三件事：读书、存钱、享受独处。读书，虽然很多人把读书挂在嘴边，但是真正会读书的，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很少很少。不是说看了几篇网络小说，翻了几页成功学书籍，这就算你读过书了，这样最多只能算是浏览，并非读书。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比十年前加快了很多倍，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获取，短视频也就十五秒，一篇文章不过几百字，打开一部电影开着快进，可能二十分钟就看完了。要让你静静坐下来一字一句地看完一本书已经太难太难了。现代人的阅读追求短平快，追求信息增量，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悬疑推理小说大行其道，恋爱甜宠类文章很有市场。但是那些大部头的名著、晦涩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往往都被放在书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还有很多人给读书这件事情加上了太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读书就像是他们的一张社交名片，可以帮他们打造人设，或者是成为他们聊天中的谈资。他们看重的只是读书这件事情，然而读的是什么他们并不在意。还有的人急功近利，刚看了两本社会学就希望自己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的规律，背了两本唐诗选就希望自己可以出口成章，文采斐然。你看过毛竹是怎么生长的吗？前四年竹子都只是从地底冒出一个小小的尖，你一天天去看它，它似乎都毫无生长，它慢到四年只长了三厘米。实际上它的根须已经在地下绵延伸张，它正在饥渴地吸收储蓄着能量，一旦时机成熟，那就是它昂眉吐气的那一日。从第五年开始，竹子每天都会以三十厘米的速度长高，仅仅六周就能长到十五米。前四年看上去像荒地一样的地方，经过六周就会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读书和种毛竹是一样的，读书切忌怀着功利的目的，想要在短时期内看到效果，那不是读书，那是备考。读书不是功利的，也不是你包装自己的一张名片，而是你在给灵魂提供养分。读书不会让你很有钱，但是却可以让你活得更充实、更丰富，同时也离内在的自己更近。读书是自己沉淀积累的过程，你并不知道哪一本书会在明天帮到你，但是你要相信，你读进去的每一本书都会在人生中给你加持，给你助力。存钱，
我曾经看到一个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45% 的90后有实质性负债，负债金额平均达到12万，占月收入比重高达 1850%， 这就等于需要这个人不吃不喝将近19个月才能还清他的负债。现在的商家对于消费者的心思都是拿捏得很准，各种分期、信贷、优惠手段等层出不穷，广告语吹得天花乱坠，月付几十块就可以拥有一支新口红，月付1000多就能得到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好像广告中的精致生活都是唾手可得的，只需要每个月付出一点点就可以。在这样的洗脑之下，超前消费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习惯，他们成了这个社会中最矛盾的一群人，看上去光鲜亮丽，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精致穷这个新生词汇就是形容这群被困在消费陷阱里的人。一个不懂得存钱，对于消费、支出、收入、理财等亦没有任何概念和规划的人，是很难过好这一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你承担风险的能力基本为零。真正聪明的人一早就意识到了存钱的重要性，他们不会超前消费，更不会让自己负债累累。茨威格说，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聪明人就会擦亮自己的眼睛，不会被眼花缭乱的消费陷阱迷了眼。其实现在很多的消费都属于消费升级，并不是必须消费。消费升级了，得到的服务和享受是不是真的能升级，只能说是一个自我心证的主观性问题。有的人觉得消费升级后购买的品牌溢价和其他人羡慕的眼光也是一种良好的购物体验，但是当月底拿到账单和空荡荡的银行卡时，希望你还能这样想。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令人无比唏嘘，南京的一位女士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攒钱，毕业9年省出了2套房。这位女士姓王，她并不是家庭多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她只是有着强大的内在，物欲极低，不需要用外在的物质来武装自己。王女士的储蓄率高达 90%， 也就是说如果她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她会存起来4500块，日常的消费只有500块而已。他在采访中直言，每次我的存款增多时，都是我在为自己和家人制造救生艇的时刻。如果我没收入了，我还能活多久？存款越多，安全感就越足。世人慌慌张张，不过为了碎银几两，可这碎银几两能解人间多少惆怅。钱并不是万能的，可能当你需要的时候却没钱，那你就知道什么是万万不能的。存钱存的并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你自己的保障与安全。享受独处，聪明人都知道一句话，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当你的社交已经不能带给你快乐和能量，反而是在消耗你的精力时，你就应该知道你该舍弃了，否则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活越累。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聚会和活动等，能不去就别去了。人活到一定年纪就应该明白，不是你认识的人越多，日子就过得越是顺遂。相反，你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难免会拥挤。当你失去了生活和人生的重心，你会慢慢变得麻木，变得迷茫，再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把心和时间空出来吧，静静地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当你独处时，你离自己很近，更容易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不用化妆，不用伪装，不用想着这句话怎么说才合适，不用担心会不会照顾不周。你是属于你自己的，可以好好休息，吸取养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学会享受独处，你才能享受你的人生。一个人想要过好他的人生，有千千万万种方法，只要是适合的，
你自己喜欢的，你的活法也会是聪明人的活法。享受生活，享受你的人生，与朋友们共勉。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并且让你深有感触，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